好像体验动漫女主角咬着吐司就可以撞到真爱的感觉哦。我是 Lucy， 嗨！看我这身装扮，就像动漫里的女主角一样。知道我今天要干嘛了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请说。你要把100层丝袜挑战的剩下80层穿完。上不来了。才不是嘞！我今天要重现动漫里的名场景，咬着吐司撞到真爱。等我一下。看起来很像有为的青年啊，这到底是哪搞来的？不要问，这就是我今天的真爱担当。然后你看他的眼睛，可以套入各位的眼睛，你们可以把自己置入这样啊。如果你们也喜欢我真爱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，我们就把这块抽奖出去。不要再太过分了，而且把眼睛遮住，超像嫌疑犯，好不好？屁嘞，我很大爱，跟你们分享我的真爱。我都准备好这身服装跟真爱了，那我请你准备的吐司嘞？就是。我在买那件吐司刚好大缺货，所以我就想说其他面包应该也可以代替吧。屁嘞，吐司最好买好不好？这什么啊？还好啦，就是一些很常见的面包啊。待会我会咬着面包，然后从那个缺口跑到这边，跳过这个水洼之后呢，然后呢就撞到我的真爱。那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带入那个真爱。第一个抽面包。包比我想象中的难跑哎、欸，因为我原本想说它应该是里面最好咬的，但是我跑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它超软的，就是它要掉下去了。但是我还是成功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讲话？因为葱味好重，因为嘴巴都是葱味。这样我就开始找爱吃葱的同好了。第二个是螺旋面包。我在想说，哦，哎，这很不妙哎、欸，这个从第二节就开始断掉哎、欸，但是它奶油超多的、欸，快乐。咬螺旋面包如何？很难咬啊！我原本想说，就是它的那个第二节卡在这边刚刚好，然后结果我跑到一半的时候，它就直接整个分离，然后因为我怕就是整个掉在地上浪费面包，所以我就这样运浆想办法要接着。还算好用啊，好用！你的下巴都是奶油，真的、啊？好了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香水要迟到了，我妈竟然给我准备法国面包。以为法国面包会是里面最难咬，但它其实意外超好咬，因为它其实蛮坚韧的。但有一个问题是，就是撞到真爱的时候，真爱会先被法国面包毒死、欸。你比真爱还大根。妈妈带小孩，我真的很怕我。哎、欸，要不要多一点？我怕要我还要再继续，我很怕把制服弄脏，我们就要扣工钱了。好紧张哦！你不要把我的衣服弄脏哦。我更怕，好不好？无敌铠甲。哎、欸，你的罩杯有变大？这样吗？对，有。童颜巨乳。我真的合理怀疑你在整我，到底谁早餐会准备脏脏包？哎、欸，好想要女儿早上吃一些巧克力，好健康哦。屁嘞！而且这样去撞真爱，真爱的那个，哎、欸，在真爱的制服上不是口红，一是巧克力粉、欸，他应该会先，我们应该就是，我就没办法谈恋爱。他回去就正宫就抓包，你今天是不是有被 Lucy 撞到？为什么有沾巧克力？哎、欸，而且你知道巧克力里面都会加虫吗？啊？真的不是只有果酱吗？没有，巧克力里面还有就是加那个虫来提味，但我忘记是什么虫了。然后妈妈会规定说不可以加太多次。你是在看威利旺卡？不是，真的，这是冷知识，所以有很多人不敢吃巧克力。
天我妈帮我准备当量包当早餐呢，而且还帮我围了很多围兜兜，不然她怕洗制服很麻烦。完蛋了，制服上面都巧克力粉，超级呛的，我现在觉得我呼吸道里面都是巧克力粉。想要跟 Lucy 谈个脏脏包恋爱吗？好啊，今天就是以上的重现名场景，咬着吐司撞我的真爱，虽然它都不是吐司，但是好险好险，我够喜欢吃面包，不然我应该会想杀死人。为什么？就真的买不到吐司。屁嘞，吐司最好买的。好啦，记得帮我的影片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以前影片看100遍，大家下次再见。你今天长得真的很像柳飘飘屁嘞，有像吗？很像，就是柳飘飘粉飘啊。你长大一点，偏丑。什么？你偏丑。偏丑。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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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偏丑。怎么啦？等下，我今天要准备一个笑话，拜托，而且跟我今天的装扮有关。今天我们班有转学生，好晕哦，听得懂？面包，我觉得你觉得哪一个可以卖最贵？我觉得那个螺旋面包吧。为什么？有跟你深度接触到第二集，人家螺旋面包那个奶油我还特别去换比较好吃的鲜奶。真假？你有挖空哦？我挖空，然后再放了大概4杯鲜奶油，我想说可以有挤出来的感觉。但是那个奶油是感觉有比那种传统面包的奶油再好一点点，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请问大家的初恋是谁？